欢迎回来，晋级的巨人，我是老头啊。上一集呢，我们成功了捕捉到两只巨大巨人，哎，也没有说多巨大啦，一个三尺，一个七尺吧，好像是。啊，那抓到这两个巨人之后呢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啊，让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吧。啊，捕获花上了太多时间了，必须赶紧解决原来的任务。啊，我原来的任务是什么？我也不记得了。哦，其实老头呢，只有看过第一季啊，所以说第二季的剧情其实我不是很了解啊，这个可能可以靠这个游戏来补足一下。其实呢，说真的啦，就可想而知，大概就是那样吧，搞不好是我所想的那样子也说不定吧，我觉得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不要去升级一些什么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钱，好，我们先去跟这些 NPC 讲一下话好了。哦，想不到哦，抓到了巨人这样子。哦，这是谁？这里是调查兵。活捉比杀掉还困难。嘿，闭嘴。还有什么？汉吉大大成功捕捉到了。啊、哦，看起来那个表情好像非常的饥渴。啊，平安捕获巨人，总算可以放心了。不过接下来要参与实验，好，开始要研究这些巨人的习性了。啊，新的马匹哈，我们现在有钱可以换一匹好马啦。拜托，有10000块，直接买一匹黑马。我告诉你，调度完成。当然啦、啊，有黑马不用吗？哦，我们之前都是用烂马儿。米可。朝思暮想的巨人捕获成功了，汉吉一定开心死了。没错，啊，全部都在讲捕获巨人的事情啊。佩托拉，那个捕获装置不仅用来捕捉，还能困住敌人。嗯，若这次如此作战方式能够更多样化了，真不愧是团长啊，多了一个新的捕捉巨人的方法。哦，能够顺利捕捉巨人真是太好了。嗯，每个都是这样，每个都在讲巨人的事情。好，艾鲁多，巨人研究要有进展，不然白忙一场。没错，哦，我们成功捕获巨人研究一定要有进展，不然是白捕获啦。嗯，好，结束，通通都问话完了，嘘寒问暖的一番，哦，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主线了。哎、欸，主线跑去哪里了？好、哦，在这里。嗯。那附近似乎有相当多的巨人出没，接下来会是一场激战。知道了，好，我们要前往更深入的地区了。没问题，准备好了。噔噔噔噔，我们的目标好像就是要前往第二道墙嘛，对不对？第二道墙被沦陷，好像已经好久一段时间了。那边应该都是充满了巨人的，算是巨人的栖息地了啊。哇！一进来是怎样？哇！要求啊！你们等着瞧！依然是人类！啊！挂了！立马解决！呜！帅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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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他这样趴下来，那里面的人应该也被压死了吧？我觉得应该也被压挂了。まだ何体かいるようだ。好多。増援を集めてきました。ペトラ、お前は下の兵士を解放し、残りの全員で巨人を片付ける。这下说了，去对付巨人。又是我的主场秀。巨人を一掃するぞ。第二章第四话，李维士兵长，留意别让主力部队瓦解了。好的。今兵長、前方に新たな巨人です。出现新的巨人。どいつもこいつらしくしてろ。ふざけた動きしやがって。新的巨人是怎样？更难对付的巨人吗？速度更加敏捷的巨人吗？おとなしくしてろ。
お前の息も綺麗にそげねえだろ。血好多、哦。新巨人，好猎奇哦，那个表情，哇，一次砍两只哦，这么猛！求救讯号，等我一下。真的血变多了，不是这么好对付的、啊，速度又很快，讨伐完毕，接下来去信号弹的地方救人。哇哇哇哇！解决 SOS， 等一下有人要死了，救人哦！不是这里，你锁定错了。是被救下来了，应该被救了吧？せめて結果を考えて行動しない。この数を一気に相手にはできねえ。じゃあ救到吗？巨人を倒したい。手伝ってくれ。好、救到了、救到了。我们现在来帮忙这边了。哇 SOS！ 干什么东西？快点快点！赶快换快换快点！感觉难度越来越高了。哎呦，妖血有危险！我救你就来不及了，你还是死了。哇，没呼，还是挂了。GG。起吧！了解，好了，补好补满，准备打 BOSS 了，来吧！这边吗？一群巨人正在附近，哇，持续出现呢。俺たちで仕留めるぜ。囲まれねえように気をつけろ。俺の敵じゃない。討伐中等巨人。よし、ここはモブリットに人肌脱いでもらっちゃおうかな。俺
援団の元へ急げ。助けを求めてる。俺たち調査兵団の力を見たか。悪い。てめえの肉削り取ってやる。マリオ、ついてくれ。了解っす。あ、了解です。どうしてもらった。再这样下去不行。好了吧。哎，这居然没死。了解です。飛行士です。街の中心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。止めないと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莫布利科，哇，这边巨人有大只哦，跟之前不太一样。等我。モブリッド、うまく分散させられたね。これで巨人をカッコ撃破できるよ。逼不得已。无法补充，已经上载了。OK， 上吧。哎呀，阿布依，阿布依不要。巨人が罠にはまりましたよ。うまいじゃないか、モブリッド。
このまま捕獲うわ、手なくるな难道还有？哦，这只没死。哦，最终讨伐居然出现，应该是跟之前差不多了。在那个地方，我来了。还两只。丢。お前ら腹をくくれ狼烟释放破了，来吧，最后一集。大胜利。ここは制圧した。作戦完了だな。兵長、血が止まりません。兵長、俺は人類の役に立てたでしょうか。お前は十分に活躍した。そしてこれからもだ。你表现得非常好，而且お前の残した意志、你留下的意志将会成为我的力量。約束しよう。我答应你。俺は必ず。我定会消灭那些巨人。巨人を絶滅させる。死前，兵長，彼はもう去了。最後まで聞いたのか、こいつは。他有听到我最后说的话吗？聞こえてましたよ。だって安心したように眠っている。安详的睡了。ならいい。那就好。リヴァイ、退却だ。巨人が町を目指して一斉に北上し始めた。朝北上了。破壊されたかもしれない。城墙可能遭到破坏了。Oh my god！ 哇，全部 S， 超屌的。获得道具变得也蛮多的嘛。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影片差不多也要先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章节一集哈，那不知道会到哪时候反而总而言之就是这样进行下去。如果喜欢影片的一样记得按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进击的巨人再见了，拜拜。